你来到重庆坦白，我说重庆今天邀请到两岸三地最负盛名的半导体王，二是张伟华张大哥好。高教授好。是，华哥啊，我们看到啊，立法院真的是精彩啊。现在呢，当时在台北市议会呢，互相对询的，那就是韩国瑜跟王世坚呢，这回呢进到立法院去，而且呢，两边呢，一个是院长，一个呢是知名的战神级的委员。那么王世坚也是在若干年后啊重回立法院的，这和韩国瑜的命很像，两个人很像命运啊，或者是互相连接的。那我们看到啊，他们之前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就是曾经王世坚送过一段对表给这个韩国瑜，而韩国瑜呢也是笑纳了。不过呢，韩国瑜语带特殊状况的说，他觉得王世坚是个好人。那么这里面显然有很多的暗号了啊、哦。那么关心台湾这个立院呢，各种演出，朋友就会非常想知道，到底韩国瑜在说什么，而王世坚送表意义又在说些什么呢？有华哥。我可以告诉欧教授哈，韩国瑜能有今天，那个是拜王世坚所赐。当年新潮流在围剿韩国瑜的时候，是想把他从北农的总经理给赶下来。对，那韩国瑜那个时候他还做得不错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王世坚就质询了韩国瑜。对，韩国瑜呢讲了一个。你还是注意自己吧，世间情，世间情，就是说，王世坚有小三，王世坚有小三的意思，那他们两个在市议会的质询，各位晓不晓得？收看的，经过多年以后，韩国瑜在2020选的时候，一夕间。超过了560万，对，一夕间，3年前的片子，三年后播居然能够超过500万，这个是一个经典的对答。那王世坚这个人从此以后就有一个“芙蓉王”之称，对，为什么他送柯文哲叫龙袍？他说柯文哲一个礼拜后你还给他，有很浓厚的柯味。好，科位就是代表他穿过龙袍了。那事实上那是戏服，那个才不是龙袍。真正龙袍是五爪金龙，他那个是戏服。通常戏服是很少弄五爪金龙的。为什么？那只有皇帝才能穿，那个叫龙袍。所以呢，他给柯文哲，他也给韩国瑜送那个对表，就是说。叫他做事不要拖拖拉拉，最好你就辞了吧。到了最后，韩国瑜是辞了，辞了是在新潮流的压力之下。那为了这个北农总经理，到了最后是蔡英文出面协调，找了吴英玲。那柯文哲就不要新潮流，新潮流硬要，所以才有双方协调。所以这整个事件的过程是非常的复杂，并不像。王世坚送女孩对表一样，那为什么说王世坚是好人？如果没有王世坚，绝对没有韩国瑜，因为真正韩国瑜的第一个贵人，居然是民进党的王世坚所提出的咨询。欧教授。是，刚才有王哥也爆料了，王世坚送给柯文哲那个龙袍啊，是戏服。那么难怪柯文哲呢，选大位的时候呢，就算是穿上了戏服啊，只是个跑龙套的哈。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有华哥，那么现在世间情呢，到立法院以后，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狗仔队跟上他了，他又在阳明山的什么地方被发现他有了奸情呢？有华哥。其实不会跟他的啦，嗯。那你晓不晓得为什么不跟他？因为那个女孩子19岁就跟着王世坚，是。他的太太跟那女孩子的爸爸通通知道这件事。那个女孩子过去在选举的时候，那一次是谁在选的时候？周守训，那我记起来了，周守训选的时候，我也见过那个女孩子，就是帮。
王世坚拿一些东西啊、资料啊等等啊那些，所以那个女孩子19岁就跟着王世坚将近20多年，所以我们现在拍来拍去就拍到那个女孩子，王世坚真的是世间情，他没有换过第三个，不像赖皮，还有几个啊，还有三小，所以他跟赖皮不一样，他跟赖皮不一样，至少王世坚固定的就是他，这个是我所知道的，因为那个女孩子过去呢我见过。哎，那您刚才这样就点燃我们观众的兴趣了。那么赖清德到底有什么跟王世坚不一样的奸情呢？有浩哥，哎，我讲世间情是王世坚的情啊，坚固的坚啊，坚固的坚，哎，坚固的坚啊，哎，对，那这个一样啊，赖清德也有坚固的坚，坚固一定要婚外情啊，也是奸情啊。那请问，但是赖清德的一个是在日本，一个住在天母，一个也在业界是蛮有名的，所以你意思说他有小三，还有小四，还有小五就对了。应该这样子讲。那我知道的只有三小。哦，那也不少了。他很忙。三个人加一个小孩叫三小。哎，那个小孩我们曾经讲过，名字我就不公布了，因为那些女孩子的名字我就不公布，因为我小孩也不小了，25岁了嘛。对，我在2023年5月我就讲过这件事嘛，然后2023年8月我也讲了这些事嘛，只是大家那时候不相信嘛，结果弄了出来我就不想跟了嘛。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，哎，你讲的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要负责。我说那我绝对负责。结果没有想到后面一大堆人跟嘛，对不对？当我不谈春风专案的时候，别人通通不知道。可是我一谈春风专案的时候，你很多人都说是他们揭发的，那是你揭发，那你们负责好了，我就不负责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问我，我说那你问他，我说那个人揭发的，既然就是那个人揭发的，那你问他，他有什么资料啊？他有什么证据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王世坚跟赖清德不一样，他至少那个女性同胞他没有换过，这一点是我非常佩服他的地方。哦，那您认为如果有一天王世坚对上了咱们韩院长，那么您将在哪一边呢？其实哈，王世坚这个人哈，他的党派意识色彩没有那么重，但是王世坚永远抓得住媒体的口味，不要忽略了，好，不要忽略了，他喜欢，应该讲，他碰到韩国瑜，他一定作秀，因为毕竟韩国瑜的流量声势都比他高，他会蹭他的流量，哎，对，好，看起来王世坚如果跟韩国瑜的对上的话，只有有华哥可以解了，因为王世坚也想蹭有华哥的流量。感谢有华哥，有华哥精彩点评，谢谢有华哥，谢谢。